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嘉怡。我今次咧喺呢个戏咧饰演嘅角色咧就系叫做麦凯琪啦，英文名叫阿 K 啦。咁我系一个外科主管嚟嘅，咁其实都好高级噶，系一个专管做手术嘅一个，即系所有做手术我都管晒咁样咯。咁今次再翻嚟拍咧，其实好开心嘅，因为我见翻好多即系以前嘅朋友啦，讲马明啦，即系好开心。我对手系阿马明，因为佢其实佢系一个都几 take care 人嘅人嚟嘅，佢好 professional 啦，佢好顾及台前幕后嘅人心情啊，成个拍摄状况。我觉得今次同佢嘅即系 give and take 都好好。嘉欣系一个好 sweet 嘅女仔嚟嘅，嘉颖就即系好开心啊，成日又会搞下笑啊咁样嘅咯。总之成班都好好玩咯。咁所以我而家已經開始好唔捨得，成個戲咧亦都有，我覺得有個 message 嘅，就係有啲嘢過去咗就可以放低，希望大家就係放低過去，就珍惜現在，再好啲去面對將來咁樣。希望大家睇完呢個戲都會有一啲嘅領悟咯，我都好期待，希望大家都期待我哋呢個戲啊！